大家早上好啊！打个招呼。咱们新疆人冬季的日常。看看现在几点了？天哪，已经9:30了，我们10点上幼儿园，要迟到了。刘妈妈每天上幼儿园都不起床，是不是？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。今天刘梦有舞蹈课，给他接上一杯水。OK， 这是刘梦的舞蹈服。今天晚上回来给我们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什么舞蹈？好，我已经把车开到楼下了，抓紧抓紧，要迟到了。今天由咱们的妈妈来开车，多让她开开，练练技术。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她开，我能不开就不开。你咋这么高兴？不知道。不是。上幼儿园这么高兴吗？这该死的天气，灰蒙蒙的。看现在外面的叶子全部掉完了，正式的进入到冬天了。现在外面特别冷，4度，外面是4度。现在已经是9:59，10点了。刘梦迟到了，慢慢悠悠。今天休息啊，过来洗个车。洗完车，我们来这个大巴扎百姓市场来吃个早点。不应该说早点，应该说吃个早餐。这些摊儿还没有出摊儿呢。粥要个小份的，标准都45。我们点了一个馄饨和两个烤包子。烤包子来了。这一份也太大了吧，香不香？吃一口面筋。看对面那个维族老奶奶，一个人吃6个包子，悠闲的早餐。我的馄饨来了，这个馄饨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，这馄饨非常的绝。不烫吗？不烫。纯瘦肉。一口一个。好的，吃完了，太撑了，非常的撑。走。吃完饭啊，来对面买点肉。
买点牛肉，牛肉80，来上3公斤，3公斤。这个多重？看看多少啊？刚好吗？251。看看这个店儿，全是新鲜的肉啊！咱们新疆新鲜的肉。OK， 251块钱的牛肉。今天朋友来找我，咱们做点手工活，在我这个阳台上。OK， 非常好。现在入冬了，我这个阳台现在也用不了了。很久没有上来了，都是灰。然后我准备把我的这个雪地胎拿下去给车换上。然后阳台上的水也放了啊，阀门也给包起来了。咱们这个阳台今年也没怎么用，今年用的比去年还要少。今年入冬了又用不了了。这个地方扣上。大家是不是经常在视频里看到这辆车，神秘的车？啊，每次车中博的话，就是我们两辆车一起啊，一个车有点太寂寞。啊，他这个车也是一个床车。咱们阔乐这边下雪也不是很多啊，但是咱们冬季还是得把这个雪地带雪地胎给它装上。这个其实它叫冬季胎啊，冬天的话抓地力会强一点。还有就是我们这虽然下雪不多吧，但是也会下，提前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。最后一个步骤，补气。好了，包装完毕。好了，收拾规整。就是为什么要收成这样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怕风大，所以都给它装到箱子里。好了，阳台就进入过冬模式了，这个冬天一般就不上来了。干完活已经是午饭时间了，中午咱们简简单单吃个火锅，买的这个牛肉。咱们涮个新鲜的啊，就是突然想吃火锅啊，也没什么准备，就比较简单。你切的薄不薄？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喝酒啊。咱们今年吃肉吃的比较少，
主要是去年吃的太多了，这个体重实在是控制不住了，所以今年克制了一下。嗯，完美，把这个塞进去，塞到那，嗯，你想多了。好，冬天了，咱们准备点吃火锅的肉。我的司机已经来接我了。出发！这一转眼的功夫就要七点了，刘梦该放学了。咱们今天休息了一天，过得可真快呀！我跟我老婆都是做服务行业的啊，周六周末休息那是不可能的，每周只有周一到周五抽一天休息。现在去幼儿园接刘萌萌。开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感觉？换了轮胎以后，不知道，不要这么说话。其实换了雪地胎，我的感觉就是胎噪变小了。这个雪地胎的胎噪要比 AD08 真的小很多。为什么要换轮胎呢？其实，哎呀，我轮胎有点多，我好几套轮胎得用一用，对吧？都得换着轮着用一用，不然时间久了放坏了。还有啊，就是咱们冬季可能要去看雪，是吧？我们冬季上山看雪，去不去？你在溜车，后面很低你的呢。我都看到你。啊！哎呀，不要踩到这个菜了。咱们去逛个超市。现在是八点，还不到八点啊，咱们这边天黑了。来。来，学长。我要吃这个，这个是我的，我要吃个薯片。你敢不敢吃？妈妈给我买的，这是制服的这个。好了，我们超市逛完了，一桶油一桶面，买了点零食，生活物资。我们逛完超市了，过来带刘们吃个薯条。嗯，现在肯德基这个服务是有点跟不上啊，这个桌子也不收。吃个晚饭，一天就结束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这个。他好像不太喜欢吃这个，这个汉堡。他不喜欢吃汉堡，他喜欢吃薯条。Corda 开了个汉堡王，改天我们去
吃一下，还没装修好。好吧，我们休息的一天，愉快的一天就结束了。明天上班。